中午干嘛呀？问问咱们今天中午包羊肉饺子，叫你回来吃。要回来就要提前回来。你要回来到11:40回来啊！啊，早点回来吃羊肉饺子啊！啊。今天包的纯羊肉饺子啊！我提前都给那啥，菜都剁好，不剁好，我屋里到那时候回来，你把下边别关了。放点盐了，这酱油、五香粉子多倒一点了。这是胡椒粉。哎，胡椒粉我好喝不好。料酒。对，放点料酒呢。去膻味。五香粉少少放一点。哎，对，这是五香粉。还有香油嘞。对，放点香油，给它搅拌。香油多放一点，有点少。哦，这回多，咱自己做的油香油，加上香油更粘。搅拌个不好，嗯，搅拌个不好，搅拌。拌开了，这个颜色看起来漂亮。嗯。你看咱这个一上色，这个饺子颜色馅的特别好看，是吧？嗯。跳起来，跳起来！这里擀面一点的油。嗯，那都老擀了，这样快些。这样不用一个个的去擀了。想切大切大，想切小切小。这个饺子包的还要小的吧？都是那个，都是一个擀上的，都是这样来的。包的元宝饺子。下地放的那东西了，谁放搁家里？这是摆着了吃。要不然冬天容易发胖呢。冬天有时间不干活。夏天有东西在锅里吃哦。然后和你包和你吃，你叫咱浇下子一盆一盆的。近距离跟着姚宁学习样子啊，就在那一捏都行。得捏紧，不能让它开。我都擦皮来的吧，都是我端吃就盛好了。这上包的羊肉饺子，味道都香的很。嗯，阿爸你手大。这还是第一次吃这个羊肉包的饺子的。这卷不吃大碗呀？哎呦，小二哥，这还好熬呢，包的头上。这做的好吃的，这饭量都增加了，都是入口了，现在。过年没有都准备的。明年把咱那
小碗全部给他换成这种盆。说明每天做的菜特别的好吃。我笑的，我笑脸好像连饭都吃不好了。这不挣钱，我妈来天吃穷了，啥都往这上吃，一天都白弄。